赞美的话少说啊。对，他，你咋不告诉我呢？他来了，我告诉你了，我一直跟你挤过咋呼了。你在哪儿挤过咋呼的？跟你身后啊。那我能看着吗？小脸啊，哎，这干啥呢？没有那个什么。我怎么感觉你这工作是不是出现问题了？没有，我们呢？田经理，不，我跟你讲啊，有事儿不点管。给你解决了，别吱声。能解决是不是？能、啊。那行，那玩呢，我们玩呢。他玩行啊，你不能玩啊。我没玩，你这是工作的。对，告诉你啊，最后一天了，坚持住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。是。玩吧。我真厉害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脸儿，哎，解决完了吧？解决完了，赶紧的。这样啊，咱们这个。协商手续好不好？弄坏你东西了，我就赔钱。大清哥，你告诉我，赔多少钱？既然你就这么说了哈，还是这么收，你给88000行了。多少钱？我300买的。你跟人要多少钱？88000。88000。大清，你别人个人呢，我没胖娘。你蛋糕花多少钱？我不说300吗？你花300，你管我要88000呀？我喜欢这个数，它比较吉利。你咋不喜欢888000呢？你拿不出来呀？你以为88000我就能拿出来啊？拿不出来不挺好吗？咱俩正好找大美，你跟他道歉去。走，不是。哎，别人扯不了，撒开！我搁这看老半天了啊，我看明白的。我说句公道话，小郑，你要脸，给他88000。听我说，于小脸，咱是男人，听明白没？啊，给钱可以，道歉绝对不行。太大美，我看的是臭美，点八万吧，打不着。我现在想给你打走了，你信不信？谁给你的勇气呀？在哪来的勇气给他点88000呀？你啥都有啊你啊，寻啥呢你？闭嘴！大金哥啊，这样吧，蛋糕现在要赔钱的话，我实在是没有啊。你看看能不能我跟你去大美姐那赔礼道歉？太好了，不，你等会儿，能不能12点以后给大美姐赔礼道歉？今天过生日，你明天去，你这不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啥也别说了啊，两条道你选一个，跟我上大美的道歉，一个。找你们经理前辈们投诉。行，我告诉你，我忍你一次了啊，大清哥啊，过分了啊，还老找我们经理舔笨笨啊，看他这个名起的吧，还叫舔笨笨，一个笨不行，还得俩笨，叫舔笨多好，不行，非得叫舔笨笨，得多笨呢。你说好不好呢？不好。为啥不好？不好听。那肯定不好。哎呀妈呀，你没事了吧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你们都在呢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啊，刚才老有意思了。我上蛋糕店啊，正好碰见大秦哥了，也不知道他是给谁买蛋糕，这把他兴奋的，拎着蛋糕嗖嗖就往外撩啊！我刚想说，哎，你慢点，你等会儿你再摔了。我这话还没能喊出口呢，就看一个庞然大物从我眼前嗖啪就着陆了。就在他落地的一瞬间呢，我感觉整个地都在颤呢，摔得那叫个惨呐。哎对了，还有他手上拎那个蛋糕比他摔得还惨呢，你都不知道蛋糕呢。哎对的，哎就这点这样。哎，你没改开看看里面是不是都蛋糕摔成鸡蛋饼了啊？啊，你说小米这样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大清哥他咋的了？我说大清哥摔了。摔了的时候手里拿蛋糕，蛋糕咋的了？蛋糕啊，蛋糕啊，嗖飞出去了。大清子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把蛋糕整碎了，冤枉人于小脸，还要88000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。好，脸上。秦哥，你过分了，你都了解了哈。
是怎么个事儿呢？就这么那什么，大美过生日让我取个蛋糕，我先，对吧？我俩不是那样吗？我这没想到就摔了吗？就出了事，我没别的，就想找个人啊，你跟我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。你看五大三粗，我挺怕大美的，我们俩那咋办？大秦哥，你说你这事办的啊，太不地道了吧？你自己的闯的祸，你往人于小脸身上推，让人替你顶缸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大梅姐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这辈子都不带搭理你的。你说哪个女人喜欢说谎的男人呢？对，小敏就说的对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没别的意思，就寻找个人啊，跟我去道个歉。我寻我不就没事了吗？你，哎呀，那我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事了，行吗？啊，那蛋糕你看都摔成这样了，那咋整啊蛋糕啊？还咋整？白整那老大高个子啊，一遇事儿你就怂了。哎呀，其实啊。我这个蛋糕也是给大美姐订的啊。这样吧，既然你都知道错了，那等一会儿我们就用这个蛋糕一起去给大美姐过生日吧。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江哥，把这个功劳给我，大家都不要抢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脸上，哎，事儿过去了啊，没事，原谅哥啊。好嘞，光着网事儿解决了，隔代情人解决了，那走吧，一会儿咱们给大美过生日。对，好，走，走。哎呀，蛋糕咋办呢？实话实说吧。